好啦，咪部挑战最快咧，咁啊中多嗰啲马咧，白色冇就飞龙宝咯，开边我当粉蓝宝推骑两部天行者啊，三四位里边内栏咧就见到黑色冇嘅江河二宝，慢少少咧就系头咗轮嘅红色冇嘅池标啊，好啦，两只马前面放嘅，咁啊见到开边我当天行者咧，里边我当就系飞龙宝啊，再嚟三个马位，咁啊想问第三位见到咧就系池标咧，反而越骑越褪就江河二宝嘅包尾位置啊。好啦，轉緊呢個500米翻入最後直路啦，放得好從容啊！就係、是、天行者咧，開裏邊落檔第二位見到係飛龍寶，一路咧見到馬都比緊嘅。第三位咧就係、是、三個馬後邊見到池標，越騎越吞咧就喺裏邊落檔江河二寶都冇得進展嘅。好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，仲有250米路程啊，到終點嘅走中檔仲係佔先咧，就是、天行者咧，裏邊落檔拖住咧見到飛龍寶啊。三四位鏡頭見唔到噶啦，就池標同埋包曬尾嘅江河二寶。好啦，再騎兩步啦，天行者彈嚟兩個馬位，贏第一組次集咧就天行者，跑第二名飛龍寶，第三名就池標，跑第四名咧就係江河二寶。